新宣布加息，那么美国向外转嫁通胀路径会被削弱不少，而国内物价压力将越来越大。美联储作为央行有一个极其重要的使命，即维持物价的稳定。4月份美国 CPI 同比上涨4.2%，创新2008年9月以来的高点，而市场预期只有3.6%。